58岁混血女神韩露面变化大，嫁养老公移居国外，模特女儿继承美貌。2月19日，港媒曝光了混血女神童玲的近况，原来她已移居国外，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。虽然息影多年，但童玲开通了个人社交账号，平日里经常在网上分享生活照。罕见露面的她，不知不觉已经58岁了，岁月留下了非常多痕迹，皮肤松弛，皱纹明显，变化相当大，让人差点认不出来。不过，童玲的精神状态很不错，每次出镜脸上总是挂满笑容，相信她的生活过得很惬意。白发男是童玲的老公，两人结婚多年，感情一如既往的恩爱，真的让人羡慕不已。童玲夫妇育有一女儿，名叫 Mia， 继承了妈妈的美貌，五官立体精致，身材苗条出众，颜值非常高。据了解， Mia 现在在当模特，拍硬照时表现力非常强，酷范十足，相当有腥味。不知道她未来是否会跟随妈妈的步伐，走上演员之路。提起童玲，爱看港产片的网友应该不陌生。八九十年代，她拍摄过大量电影，靓丽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1993年，童玲拍摄完电影《卧底神算》后，彻底告别娱乐圈，选择嫁人生活。息影30年来，童玲都没有出席过公开活动，也没有参加过艺人聚会，生活极为低调。直到近年社交网络兴起，大家才再次发现她的行踪。